收看布布布爸，我是布布，我是布爸。由刚刚抽选出来的五个号码呢，我们买回来的五张刮卡，分别是23、27、89、63跟96这五个号码。使用的刮卡款式呢，就是金爆888，它的中奖率有 35%。游戏玩法只要刮出横线或直线有三个一样的八，就可以获得该对应的奖金。在看完奖金结构后，我们就开始测试。第一张，我们先由下面这边开始寻找八，结果是七，所以横的这一条就没了，没了，直的这一条也没了。哎，这个是多少？800，这多少？88,000，那么多。然后换这个八，这边八，再来六。没有了，是2000。换这个直的这个，因为这个也没有希望。300块。接下来换下面这个，因为这个已经刮出来是个三，所以这边不会是有的。这个也没了。500。来看看这一行八，这个呢五。是没有，下面这边都没有对中的。接下来换上面这里，三，哎，我们是要八不是三，所以这个是七，所以横的部分就都没有希望了耶，都不可能会中了。七八八八，最后一个希望八，哇，一八，看来没有，我们整理吧。96号这一张英文代码是 EGP， 没有中，没中。第二张23号，这张从第一局开始刮。八，往下面走，八，会是八吗？不是，对哦，太过运用那个长得很像的六片，嗯，哇，还二嘞，七，所以直的这边不可能会有了。中间还有希望。来第二个八，这个呢，哎，有了，等一下再来看奖金。这个五，所以这个也没了。这个300，好，先刮下面这边六，一，五，八，这样子一下子删除掉很多，哎，这一排都不可能会有。888,5，然后这边2000，2000都是2000，从这边刮回去，七没了，八，那两条原本就没了，嗯。200，8，8，4，8，这个也没了，7，6，所以看只有这个中，金额是200，整理干净吧。
23号这一张，看一下英文代码是 T W O， 中了这边三个八，200。五掉。嗯。第三张89号，我们由哪里开始刮嘞？由下。下。这一个二，出师不利。84，所以我往这边这一根就是没有了。174，哇，一次整排都没了，只剩直的。这一排也没了。88。这边是200块，再来八，有吗？哇，是个二。抽什么？每次都要选选88，三个八。哇，这样才会骗到你啊！来看上面的第三局这里，八。八正中央，正中央吗？嗯，好。八有五，没了。然后，哇 ，P 是个可怕的 P。嗯，哇，三，所以这个也没希望啦、啊。应该说看到 P。整个希望大减，除非这个是个八，我想太多了，是我想太多。嗯，89号这张它的英文代码 F N P， 磨掉，有个死亡之 P， 果然你不会让人家太失望。接下来换27号，由上面，上面正中央，正中央八，下面二，也没了，哇，八二，所以横的这边也没了，嗯，弄一弄好像没地方会中了。除非中间那一排横的，对啊，300，现在看他的奖金，500块，有希望。八，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八，六，换下面第十局这边开始，八。我觉得中央那四个比较有可能，是八。八。六。又骗了。中央是。从这边刮过去，二。七。三。三。十个都没了。对。直接了当，全部没有。八。八。八。来吧，这个是2000。为什么现在就不宣传888了？八，一个八。哇，没了，只给你两个八，最后一个喽。八，再来八。没有。再来八。88。我们整理完了。第四章27号英文代码是 E I V， 没有中。不掉。接下来换最后一张63号。63号一样从上面中间这里刮吧。八。嗯，刚刚布布发现我们刮下来的每张的中间都是八。真的，连续5张都是八。
还没有希望。哇，966，所以横的都不用看了。然后换这边，这个也没了，只剩最后一行。看他的奖金吧，200，总该有了吧？嘿，没有哎，拜拜哟，拜拜哟。什么意思？就拜拜啊。对，6 3 7 5，所以这横的也不用看了，都是大的数字。6，这个也没了。88，接着6，我们不是要集6呢，他给我3个6。9，最后了。8 8 8 9，没有。跟上一行好像889变成8889。整理吧。最后一张的63号，它的英文代码是 TRO， 没有中的英文代码。我要掉。这一期的谁来选号，我们就测试到这里结束了。想要参加下一期的活动，请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留下你想给我们刮的号码，并且加上谁来选号4个字。还会被系统抽选号。对，这一次的留言截止日期到8月20号截止，想要参加活动的，请记得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，请记得是谁来选号，不要再留错哦。感谢收看《不补不罢》，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